上新了故宫，探寻清朝最幸福的太后。这是重庆皇太后吧？她是个有福之人，皇帝孝顺。御花园揭秘真实的清宫选秀，这个就是选秀的亭子吧？把今年新剧秀女带上来，还有点紧张。珍宝馆观赏后妃顶级华美首饰，这感觉是结婚的时候戴的。这太漂亮了。本周5晚21:05，敬请期待。